大家好，介紹一下自己先。咁咧，我就係今年2018嘅新人啦。咁我係 Joey 大祖兒，多多指教。係，多謝多謝。咁哇，好靚啊！我個名牌，多謝你哋啊。咁其實咧，我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啊。其實因為可能上年有參與呢個活動嘅咧，都會發現好熟口面，因為上年我都有嚟唱。咁上年喺呢個時候咧，咁我就係一個街頭音樂人啦，仲未有公司啊，咁樣自己好中意唱歌，咁周圍表演。咁好榮幸第二屆咧，又可以再次嚟到呢度唱歌俾大家聽。咁有好大嘅唔同啊！咁今年我就正式出咗道啦。咁啱先3個禮拜前咧，我就出咗我第一首歌，咁就未開始的故事。喺唱呢首歌之前咧，順便宣傳一下先。咁下個禮拜六嘅晚上8:30翡翠台咧，就係呢首歌嘅主題，呢首歌係一首主題曲。咁佢套劇咧就係《愛情沒有來的時候》，就會喺下個禮拜六嘅晚上8:30翡翠台播出㗎啦。咁我都有份做啦，係我第一次參演拍戲嘅一個作品，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咁多謝多謝。咁而家就即刻唱呢首《未開始的故事》俾大家聽啦。大祖兒，大祖兒，大祖兒。到处去，无悔之旅，遇着陌生的谁？你与我努力下去，心如变到女。到处去，无懒之罪，烈日或者风雷。笑便笑，痛极了，痛快地流泪。梦想的总会有，无需将就，青春不悔疚，已经足够。让我闪闪醒受，自己的光辉照亮着宇宙。飞的感觉未开始，风景也不知飞出去未开始，可以尽量地构思，再笑。所以我自己在
想唱翻呢首歌咧，都好有感動，好有感觸，因為一年其實個變化都好大。咁希望今年唱翻嘅時候咧，有唔同嘅感覺送俾大家啦。咁送俾大家，細看今年啊，新年啊！大祖爺，大祖爺。
放肆咁跳舞，所以好多謝呢個國際飛鏢節咧，俾咗呢個機會我，咁好難得我會喺上面咁樣喺度搖嚟搖去，咁睇我 show 睇咗好多次，人都笑得好開心。希望我啱啱跳舞跳得唔會太核突啦，希望好睇啊！喂，多謝啊！咁喺度搖下搖下咁樣，希望大家今日咧會 enjoy 今日嘅節目。咁我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啊！咁我就唱完呢三首歌啦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咁再介紹多次啦，我係Joey大祖兒，今年2018嘅生日，多謝大家。